好，各位同仁，请就坐。现在我们要开第二次会议，请秘书长先读预备会议以及第一次的会议议事录。人宪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开幕典礼及预备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4日上午10时，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人：黄定仁议员等33人。列席人：县政府县长林崇显、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希禄等处级长23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洪某。开幕典礼行礼如仪，预备会议报告事项：以主席报告签到印已达法定人数；二、主席陈议长文昌报告本十八届第二年各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第1、2、3、4审查委员会委员已产生，详如附表三。其正副召集人及程序委员会、法规委员会等委员尚未完成推选，请各政党进行协商，以5月6日前提出。三、程序委员会报告本会十八届第三次大会议事日程表审定结果。讨论事项：讨论本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议事日程表。大会决议：一、针列专题报告项目，详如附表一；二、前项各专题报告暂列与各单位业务报告及执行前进行，所需议程时间及日期如何排定，将以大会或举开座谈会讨论协商处理，确定或再提报大会。业务单的报告及执行前之议程能于原排定程序进行。决定事项：首先决定本会县长市政总执行发言次序，详如附表三。上位上午11时16分。好，各位同仁，还有第一次会议。好，第一次会议。对，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4日上午11时46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人：黄定仁议员等33人，列席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记录陈洪某。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印已达法定人数；二、程序委员会报告议案审定结果，决定照审定报告书通过。讨论事项：讨论法规案政治第18010号修正宜兰县传统公墓管理之条例部分条文，提请审议。大会决议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二、政治18011号修正宜兰县消费者保护之条例，提请审议。大会决议交付法规委员会审查。临时动议，临时动议案呢，请各议员参考。以上，谢谢。好，各位同仁，我们刚才的第二次会里面的预备会议以及第一次会议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准你备查。好，能继续。今天下午的议程哈、我们下午的议程是以我们县长施政总报告那我们现在请相关的这个人员来列席报告台。台委主席、林副局长、各位议员律师、议员先生，甲咱所有行政同仁，大家午安。今日小弟带领行政团队全体主管来向贵会做咱105年度这个施政报告。首先来补充早起我咧介绍相关人事的部分有两个单位未记哩，甲贵会做一个这个补充报告。一个是文化局长林秋芳女士伊伫3月底因为家庭的因素先行要来辞职这个由这个宋龙泉副局长来暂时代理。咱的社会处黄龙冠处长因为健康的因素
我嘛祝你伫四月底来实习吼，啊，所以由啊咱的啊那个邵志奇处长吼，来暂代吼，啊，补充这两个人事，甲各位报告。啊，伫咱开春以来，啊，伫整体来讲，啊，咱台湾都发生啊这个大地震，啊，接刷伫太平洋沿岸，包括日本，包括啊，真济即个相关的国家拢发生大地震，包括咱伫相关的疫情来看，啊，咱台湾的即个长病毒疫情，自今年啊，即、这个农历过年煞气温回暖以后，嘛渐渐啊有升高的趋势，啊，包括咱啊伫全世界的即国际的局势，啊，嘛有先进国家拄着恐怖分子的啊，不断有这个暴力事件啊，包括咱台湾的社会上啊，除了伫去年有政协啊随机杀人啊，咱今年嘛发生啊几件这种危险的代志。伫啊全球的气候变迁来看，咱啊在座这个议员拢真啊，这个介去日本来看樱花啊，以今年来统计来看。日本甲啊，即、这个即个月初开始啊，几个所在都已经有热浪发生，所以极端气候或者是全球化的经济，尤其是全世界经济的这种啊，即、这个萧条的情形啊，大家看到啊，不管是各国的股市的表现、汇率的表现，也是大家各国的即个就业情形啊，拢开始啊在下滑。所以因应这种啊真济挑战的信号甲局势，咱面对这种的条件，宜兰县伫有限的财政，咱要来做好咱对县民的承诺。所以啊，小弟甲管护团队，咱伫啊伫这个情形之下，伫贵会啊真济啊这个鞭策甲要求啊，咱都想办法爱将面对的课题啊。一一按照咱啊既定的这个脚步甲相关的这个计划啊，会当来个进行。即马咱拄拄会当讲，依然会当啊搭到一班，咱会当来试看卖下一个列车。啊，就是讲即马新政府提出的五大新兴的产业，啊是五大的这个安社会安全的计划，甲咱原来幸福依然几个计划。啊，有真侪不谋而合之处，所以咱要落实伫啊，咱的相关的管政计划啊，咱议会过去上烦恼的咱的资源条件，也是讲咱无多得到较适当的这个支持的部分啦。啊，我相信啊，咱伫新政府上任以后，小弟会积极来针对才会当来衔接的计划啊，来做一个啊，这个清楚啊，会当来实现。我着针对。小弟弟去年开始延续第二任的任期，咱要实践啊幸福 2.0 的咱相关的管政计划啊，分做啊这十二个面向啊，来甲各位啊做一个报告啊，甲请贵会会当批评指教。咱为着应应他都所讲的这种的，咱依然处在啊这个非常多变多灾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要来贯彻公安防灾，打造韧性的宜居城乡。啊，幸福宜兰就是要让咱国民会当安居乐业。啊，要安居，咱一定爱把这个基盘的建设甲基盘计划会当做一个适当，而且准备。啊，伫整体防灾、洪灾顶头，咱其实啊，伫即个咱看到台南大地震。也是日本的熊本地震，地震这种的灾情确实无法度来预防，但是咱爱做的是都市防灾的准备。啊，这个面向大概分作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咱都市的啊，这个基础建设甲啊，咱民众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而且安全，咱来个来个做好。所以，伫宜兰县那边贯彻咱的。啊，伫每一个都市计划内底，咱拢爱有这种的啊，这种的准备，包括
咱对着这个民众自主防灾的部分，咱即马伫下下的教育咱融入式的课程伫生活教育内底，咱普遍来发放防灾头套，拢是希望从小就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咱的新世代知影咱所住的环境，随时拢要面对这种的挑战。所以伫台南大地震发生以后，咱开学第一礼拜，咱就来进行相关的防灾演习，甚至对着小朋友面对这种灾难的时阵，生命教育咱同齐甲推动。同时，咱伫宜兰县伫这种地理环境，咱面对的极端气候，咱经过1999年1021的水灾以后，咱有非常深刻的这种的感受。所以对着整体，咱的所有的这个河域治理加易淹水，就是爱饮水的这个会当来改善的这个计划啊。其实咱即马八年800亿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基程。咱即马伫4年400几亿的这个计划内底，咱嘛同时提到这个相关的计划伫进行。即马现准时五个抽水站已经发包。成因抽水站嘛已经发包，即马供应抽水站较可惜，五届发包流标，咱即马干务处已经将即个流标的原因啦，希望争取即个水速会当来对加相关即个经费会当尽速伫即个六月以前啊，搁尽速来甲伊发包。接续咱嘛已经将即个咱的林和源这个抽水站以及咱的武兰抽水站加这个相关咱伫进行的这个部分啊，咱拢希望会当中央来核准，伫今年以前啊，都会当来发包将咱相关的河川地理大家关心的这个部落巩固的这个工课啊，会当来做一个完善。至于其他有关中白、小白加咱区域排水的整治加这个进行啊，咱嘛分别拢得到这个升级的计划已经陆续拢来伫进行尤其贵会伫关心咱伫这个养殖区伫咱大温的这个部分啊，原来无列入咱的这个河域的这个治理计划，那么请副馆长组成专案，即嘛去进行相关的规划，希望后工会当累积为后续的这个我们的修正计划会当累积为咱整体的第三方向的计划另外，咱对着整体的这种主要河川甲野溪的整治的部分啊，咱其实甲河川局的这种的分工是甲咱水保局的分工。甲各乡镇市公所的这个分工内底，咱已经将整体易治灾地区啊，拢甲建立真完整的系统的资料。咱即嘛希望讲伫去年甲去年相关的灾害复建工程以外，咱会当将易治灾的区啊，搁做搁较完善的一个准备。咱嘛希望农政部门会当甲水保局来这个争取一条做咱宜兰县整体山坡地保护永续保育的一个整体规划升级加规划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准备，安尼同时配合咱过去的争取，在边坡不稳定地区来设置预警系统，而这个这个计划啊，会当来做一个套叠，咱会当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管控。所以咱即马伫整体的城乡的准备内底，咱希望讲会当得到更加完整的一个都市的平衡发展。除了伫进行当中的通盘检讨，啊个大家关心的遮个相关的市地重划、区段征收。目前，而且相关的工程进度大家参考咱书面资料不过有几个特别的案，我伫遮爱甲
咱相关的议员来做一个报告。譬如讲罗东的保护区改编，咱原来拄着区的计划委员会甲咱延宕差不多要将近两冬，咱已经得到这个区的委员会通过，即嘛差一个天时，只要上咱的内政部同意会，就会当完成罗东保护区的改编。即个咱是费尽心思用这个罗东需要做水网计划，用这个公益性跟必要性来突破这个障碍。咱希望讲今年会当完成这个内政部同意会会当审定。咱希望讲明年度咱就会当编列区段征收的相关的费用对罗东大家等待真久的这个保护区改变会当来做一个准备，同时一并来解决罗东地区咱设置好公兴抽水站，会当南北水网来给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疏洪的一个准备。至于咱锁定咱整体的这个地水，除了阿里西溪咱的这个内政部营建署要伫审核，咱希望今年会当来发包。我嘛希望讲干部处会当抓伫六月份来争取甲伊发包。其他的这个分红的这个规划，包括咱都市计划，怎来做这种通盘检讨的这个准备咱所有地区是有一个专栏继续来推动。至于咱其他的所在的这个部分咱就分别了，按照小弟甲各位报告，分别由山区甲各合议治理咱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治理。对着咱整体伫地动以后，就检讨讲，咱既然有真侪所在是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是属于这个高潜势的区域，我们在配合那个老旧都市的更新配合防灾的这个更新的部分，那么特别请干部处咱会当讲，咱八十九这个就是我们在九二一发生大地震之前所新建的这些旧的集合式住宅我们将这些资料建入资料，然后做系统性的管理，那么希望咱会当编一笔经费，咱来做这种多经的一个准备这个部分大概针对咱宜兰罗东甲有这个集合式住宅的这个区域咱来进行这相关的准备另外咱几个所在大家在关心的包括宜山咱这个阿波寮营区交予咱这个地方来准备相关的都更的这个停息咱也已经进行到一个段落在大溪明德训练班高地管政府咱已经这个完成相关的这个手续，准备跟军方参国有财产局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都市规划一个停息，但是短期利用咱也经过咱管的都委会希望要将咱德阳南北营区来做大溪乡解决交通甲解决在地文化观光的一个具体的计划。其他地宜兰市大家较关心的，要是火车头前的这个南城之星以及咱化龙一村的这个都更相关的案子因为过去作为这个相关的程序准备，有一挂资料咱拢需要做一个在处的厘清。那么希望讲会当积极来甲军方甲铁路局来对话这个专案我想阮最近会当配合新政府新的成员这个完成这个就位以后，阮就会当分别来做更加详细的一个对话。另外，对于整体防灾，咱议会甚至嘛拢足关心宜兰县消防局的编制。咱虽然已经是要分离，来做这个人员的充实，但是咱拄着这个紧急的灾害，咱的救灾能力甲专业是不是有够？所以小弟嘛特别要求，
咱消防局会当积极来这个成立那呢特殊的这个救灾的训练的专业养成，包括专队，咱嘛配合咱未来要设置咱的消防界，咱的相关这个相关的这个那个勤务跟我们这个训练跟我们相关的装备，我们都一并能够列入完整的考量。另外就是针对咱宜兰县高楼愈来愈多，过去只有这个罗东七栋二五楼，即马包括大溪，包括未来头城，包括真济所在拢开始有官楼。除了是咱的这个消防的相关的这个训练爱准备以外，相关的救灾的这个装备，甲相关的这个停息啊，咱拢希望讲消防局会当来更新做这个新的这个思维的训练甲思考。同时，咱要应用提升救灾的一个应变的能力。咱消防局是咱整体救灾的一个发动机，所以要那整合咱在地各乡镇市公所、各中央驻在地方的机关，以及甲军方做密切的一些联系。咱除了落实演练、落实相关的汇报之外，也是爱落实伫咱基本的一个机制甲准备。所以咱这个防灾的深耕计划，咱的持续来做应变。同时，咱嘛针对宜兰县的地理环境的特殊，咱嘛要争取气象局一定宜兰设置这个微型的气象装置，同时对着咱的智慧应用的这个系统建置，包括咱会当结合所有路口监督设备，包括结合咱所有的这个便利超商的这系统来做一个整合，这拢是未来咱伫消防局爱提升这个应变甲抢灾的能力。另外，咱因为高龄化社会提早来到，包括咱的真济人来咱宜兰观光、休闲、运动，所以紧急救护也变作是咱除了救灾之外一个上重要的任务。所以咱嘛要求消防局对着专业人员的编制、训练，啊，甲咱救护车的配置，包括两个偏乡两个比较偏远的这个断点，包括台二线咱台里分队这个较跳远的这个所在，拢会当甲这个机制做完成。即马咱为着要加强这个紧急救护的一个黄金救命的一个准备，所以咱嘛请这个消防局甲卫生局来做合作。咱今年开始先试办这种即时心电图的传输这个作业。嘛希望讲消防局，咱原来伫建置的这个傻瓜电击器会当够普遍来建置。最近伫真济基层包括伫市场底咱会感觉讲咱这个AED 还阁无啥有够所以 CPR 加 AED 就目前，我想各位议员，咱最近伫民间甲人做这个活动交流，有真济心肌梗塞拢是伫壮年。如果伫迄个及时的救命时间，会当有遮个设备加必要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行为拢会当甲宝贵的性命救倒转来。所以这个部分，我嘛希望咱卫生局甲消防系统会当来保障咱全民以及进入宜兰的这个游客的安全，咱来提升。其他咱对着公共安全，包括咱的民宿旅馆甲公共场所，包括咱的这个石化业甲咱的油气业的这相关的安全检查，咱这拢是希望除了有平时的 SOP 咱嘛争取到工业局有一个演练，演练完毕以后，咱希望讲对着相关的公线咱的环保局甲消防局会当定时来甲因做一个检查。第二方面要来甲各位报告，咱伫整体宜兰以环保立观，
咱要来保育自然环境，维护国土的海洋资源。伫小弟的第二任期开始，咱有一个宣誓，就是咱宜兰县的海岸线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公共财，我们要永续的让大家来这个利用。所以咱海岸一定范围内底未当私有的这个部分，经过去年甲今年初咱相关的清查准备，咱嘛伫3月17日完成卫生公告。伫一定范围内底，咱会当甲规定不得移转这个部分啊。咱公告以后，当然这个部分啊，咱嘛针对众位地区有一部分原来居住伫迄个所在民众的权益，所以伫部后也是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村民的这个权益啊，哎，咱拢一并伫考虑所以这个部分嘛，一并帮他们来做解套。当然，咱即马大家呐看到最近台北季风甲咱的季节转换的时阵啊，全台湾拢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前外久我看新闻气象的报告敢若一句话形容讲，全台都快止暴了，也就是讲，即种悬浮微粒 PM2.5 啊，对人体危害地步前来看，这是一个真严重的议题咱宜兰县虽然甲花莲、台东不相上下，但是咱的地形较方便除了这个外来这个污染之外，咱嘛会当希望讲控制咱在地的这个悬浮微粒，所以咱伫相关的加盐标准咱公告以后，咱嘛希望环保局积极来辅导，包括石化业、甲水泥业，以地排放的这个标准，会当逐年来去改善伊的防治污染的设备。对着水资源，徛伫宜兰人，咱对着水资源，咱必须爱甲当作咱上界宝贵的这个祖产，因为咱无水库，所以这个水资源，咱伫水头甲水尾，因为咱沿海渔业需要咱有这个好的这个水的资源甲生态未使有污染无咱既然能够兴食现捞咱的沿海渔业的产值嘛真高，所以水资源的维护不只是保护这个水质，也保护我们的耕地的水源，也保护我们所有宜兰这个县民子子孙孙一个上宝贵的一个这个资产。所以因为水资源的这个保护，我想贵会嘛有一个倡议，咱伫县政府，咱嘛未来要将水资源做一个适当的这个管理嘛希望讲一部分会当使用者付费，咱会当做这个总量管制。所以伫遮个相关的准备内底，咱对着包括水后河川的南洋溪，也是咱相关的这个河川包括安龙溪、东山河、宜兰河，即马经过征地，咱地着对着高滩地，咱拢做相关的这个美化、绿化即马得到一个真好的效果。所以咱接续嘛，希望辅导周边的民众、社区会当积极来养护，安尼形成咱全民的运动。宜兰县会当十几年来伫全台湾拢保持上清气的一切环境，这是全民拢努力。所以要保护水资源，不只是爱由咱环保单位来做纠察来开发单之外，上主要也是咱国全民有这个共识。嘛，希望讲环保局会当将这个咱的环境教育未来跟教育系统，能够将水资源来作为我们最好的这个环境教育的相关的内容，那么起码已经有几个的所在会当作为咱环境教育的起点，包括布拉克、包括东山河、包括宜兰河等等，所以这安尼才会当形成咱一个真长远，大家对这种的共识。另外，咱对着咱企业的这个永续的这个资源，我想在座咱的台北主席林副议长甲区议员、党议员拢来自这个所定咱项目也是咱的
啊，头城的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资源拢非常的宝贵。啊，虽然最近啊，包括发生啊，屏东的渔船啊，伫日本的海域啊，受到无理的啊，这种的啊，激流啊，形成影响到咱整体的这个啊，企业的发展。这当来看出啊，因为海洋的资源越来越少，各国拢会输出上啊严格的手段来保护家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咱要哪让咱的宜兰的渔民的企业会当来拥有，包括咱家的在地的渔产的这个资源，包括海洋的生态会当来保护。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咱来分做啊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咱希望咱的啊水产试验所会当来跟宜兰做专栏的计划。咱除了中研院伫咱遮有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水域的海水实验站以外，但是咱的海水啊，就是甲水产、甲咱的渔产的这个啊产业的这个资源调查，也是环境调查，咱其实明显不足。所以咱这几年来，咱的渔业陷入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有当时啊，这个鱼当好啊，抓到载不完；啊，有当时啊，鱼当歹，煞大家拢爱船啊来休困。所以这几年才开始，大家有感觉，包括灰灰啊，青鱼也要休渔期。我们的木拉鱼、樱花虾或者其他的鱼种，我们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保护。那我想大家每年都有鱼吃哦，这样才是我们对于永续渔业的要求。啊，这个保护咱过去较欠款，这种的科啊比较较科学、较完整的数据，所以有当时啊，渔民朋友无法度来接受啊，这个政府的行政规范啊，咱来参考真侪先进国家，包括真侪国家过去嘛，甲咱同款，但是到尾啊，因有一个真完整的程序来准备，这就是咱来学习的一个所在。另外，咱对着啊目前的渔法，我也希望讲，咱几位啊，这个所有顶家啊，咱南澳诶所有啊所有顶家啊头城镇的议员会当来测试，咱这种大堆林啊，吼、哦，诶，这种渔法其实是对海洋生态是一个浩劫吼、哦，所以咱未来希望讲，对所有的渔法影响上大的部分啊，咱是不是来啊慢慢来控制，来减少？啊，甚至来禁绝，安尼相信鱼啊才有可能啊有鱼啊鱼种啊嘛在大买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大概咱是进一步。当然，这里面也因为这些渔法在啊海底留下很多的海中的垃圾啊。过去啊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新闻，有只啊这个绿蜥龟啊这个搁浅啊，结果咱啊相关的保育人员啊。把他抓回来来养箱，在的不多地啊，拿出来都是塑胶锁啊，要不然就是去让鱼网 啊这个黏到、哦、包括有一些鲸豚啊在我们的啊这个海岸搁浅啊，所以海洋污染就是海洋垃圾的这部分也是将来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希望我们环保局能够持续的来做啊更进一步的啊这个要求啊。那你宜兰虽然啊三民专山，咱的林业啊主要咱拢是还是希望讲山地尽量来育林，但是咱为着要因应极端气候啊，小弟上任要推动的百万植树，其实不是在啊为了要种一百万棵树，而是要提倡大家爱护树木跟推动林业的绿化，跟我们推动永续的一个。啊，林业啊，过去用一句话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咱这代若无开始好好来种树，后一代可能都无意通闪。啊，当然，伫去年两届大风台，咱都发觉，咱有真侪树种到底选了对啊唔对，种了对啊唔对，对于老树的保护等等啊，咱几回有真侪啊，有先见之明的议员嘛，提出宝贵的意见。咱这个部分啊，嘛希望咱。啊，几个单位啊，拢来做一个更加完整的准备。我相信，咱对着整体环境，不管是对土地、对啊咱的这个物种，也是对着
咱的心态，拢是爱回到咱其他人上界珍惜的一个人文价值，就是咱拢应该爱有疼心，爱当来共生。所以安尼这种的环境保育，安尼咱在达成咱其他人的一个上好的一个标准。第三方面，咱要来完善交通系统，来建构无缝接驳的运输。其实，再去当局长有讲，咱为虾米再辛苦要阁建置 U bike？ 啊，其实咱也毋是讲啊，人做咱就爱哦。啊，咱是要希望宜兰县的交通运输经过雪山隧道交通今年第十档啊，真济所在。咱平时的时阵，家己行拄拄好。不过观光客超过一定的量入来时阵，咱都无法度来负荷。所以交通运输必须要有系统化的一个建立。所以啊，咱即马希望对内的这个公路运输啊，也是咱的大众运输啊，咱拢会当个做好。啊，希望讲大家伫选择的情形之下，尤其咱关。咱来看监理站发牌的这个数量，其实咱的两链甲四链拢是要伫成长，但是咱人口无成长，车辆成长，表示每一户每一个人拢超过一台车以上。安尼，你车停无地停，甚至车拢走出来路，咱的车咱的路一定是跟咱的货运同款会去塞着。所以咱安那会当来引导大家的改变交通行为。这就是咱要建立大众运输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部分啊，真感谢贵会。这几年来，咱所建立的正好行，目前咱即马第二十条已经甲旧年底啊，统计都已经有122万人次来坐啊。所以咱即马这个模式，那么争取到交通部会当持续来继续来甲咱啊这个补助啊，伊只有甲咱要求一个条件，咱必须爱收费。无，你来用免费补贴交通部，伊个补助就停止。啊，但是咱为着要了解，咱个人客伫倒来，啥物人伫坐，所以咱即马开始要实施个，就是即种收费的行为，用以后能够有一个大数据。啊，咱贵会所讲个，咱每一台车拢真宝贵。啊，咱会当互即个优化路线甲优化班次来落实咱即大众运输。我相信咱包括即马高龄化的社会，包括咱即个上班甲上学的即个即个通勤族，因都免家己开车，嘛免受到即种吹风曝日的一个艰苦。即我想对大众运输也是咱的建立好的即个交通的行为。安尼，如果外地观光客，咱要希望讲伊坐国道客运坐火车，伊就袂讲来到咱宜兰无脚通行。我想这真侪咱在做议员嘛，拢有这个共识。当然，除了这个大众运输公路系统，咱那换算咱即马现主席所有的道路面积啊，不管是乡道还是农村道路，包括咱遮的省道等等啊，基本上咱会当用来的车辆嘛是非常有限。所以，咱伫西平这条咱的山卡的这个道路啊，就是这个伫乌石港。透过咱个东山尾这个所在，这条咱希望讲会当尽速来得到中央的核定。另外，咱即马对着高速公路的这个咱内部的塞车，伫大溪坪除了疑似匝道那相关的工程发包之外，那么未来伫这个疑似线甲咱这个大二线，也对讲头城因为。大部分的塞车拢集结伫咱伫台二线这个市区的所在。咱后摆希望讲分流，卖拢完全伫大溪街啊迄个方向去，会当走伫宜市线，后摆接伫这个宜市匝道去来做一个分流。包括咱的山卡道路顶头边若通的时阵，大溪市区买当一部分分流伫这个所在。所以对着国道客运对着咱高速公路的这个拥塞的问题啊。咱即马甲交通部即个平台一计划，由副馆长甲咱相关的部门甲交通部来做一个对接，所以今仔日咱会提出即个主改嘛是即个原因，因为交通部
部长啊，伊拢派处长啊，甲副馆长伫召集会议，啊，咱拢是科长，因为啊，咱的目前管理交通只有两个科，啊，咱其他的管区大部分拢是交通还是运输处，哦，是一个局处，所以为着大家对着交通的课题，咱对着这种啊，主改的这个提出的这个急迫啊，应该也是从这个点来切入。另外，咱几个联络都，咱即马啊，多一计划来，甲多一计划来，分别嘛拢已经设计啊，伫做一个整合啊，咱嘛甲营建署有一个啊，这个协调啊，咱希望讲由县政府来做协助，咱嘛希望啊，即马征收已经完成，希望啊，咱会当啊，伫今年六月发包以后，会当顺利来进行啊，咱营建啊，这条道路的开通。啊，咱除了对着中心的基地有一个真好的啊，这种的交通动线之外，啊，甚至咱未来对着东西向，会当来个延续，也就是以这条做基础，咱嘛希望讲这个啊工程会当来迅速来做啊这个准备。啊，其他咱的相关的啊道路改善、甲农路改善啊，咱就请各位议员来参考咱相关的啊这个。说明资料啊，第四部分要来甲各位报告，咱安那来推动绿色生活，打造干净能源的这个产业啊，这个环保纪录立冠，这是咱宜兰县民的一个共识啊。对着环保立冠，咱不是干那消极，干那反对啊，这个污染，咱来积极来建立咱更加永续的。啊，这种绿色生活，这里底包括咱啊，这几年来发动的啊，有机生活、低碳、绿能运输，也是咱希望咱会当宜兰县，因为上天赐予咱上好的一个资源，咱会当有啊，咱的啊，这个绿能发电等等啊，这啊进行，我相信咱拢有一挂啊，这个准备啊，伫几回基金预算审核以后，咱。啊，县政府已经有一个专栏，要成立啊，这个能源公司，那么希望会当应用即马啊，新政府要啊，对的绿色啊能源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比例啊，能够由现在的3%要达到啊10%以上，咱宜兰应该有机会来尽一点啊心力，同时对这个啊能源。这个进行过程内底，咱买当得到咱更加宝贵的啊，这个啊公家的一个资源。当然，咱大家可能敢那在意到咱的叫做地热发电，其实以宜兰的日照率，太阳能发电，咱以目前的数据，因为县政府已经将一部分的啊下下跟咱机关的储备顶啊，已经出租给咱这个相关的啊发包给咱相关的公司来跟咱做。以伊目前的发电，啊，甲配合电力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应该十年是符合啊，这个成本甚至十年以后都有盈余。所以，咱要运用这个啊，扩设，包括太阳能设备啊，越来的成本是越低。咱未来进一步要推动所有的啊，进一步我希望讲环保局会当将这过去的这个粪扫场啊，放伫遐爱做长期的活用。啊，这就是咱上好的一个地点，包括有真侪公有的土地，包括咱有真侪群蓄设的屋顶，咱会继续啊，将这个啊规模范围过来扩大。当然，咱伫整体的这种发展内底，咱嘛希望讲啊，从咱已经啊这个推动这几年的这个生态甲低碳旅游，咱会当逐步。过来啊，扩大落实啊，尤其是啊，包括这个绿色博览会，甲咱未来这个同安节啊，甲咱几啊届连续假期，咱即嘛甲交通部拢有一个共识，咱安那来啊，这个奖励啊，搭乘这个公共运输啊，咱未来对相关的旅游的配套，咱来甲业者来做一个整合，县政府会来啊，这个。筹措部分的这个资源啊，
来鼓励低碳运输的这个这个旅游，包括生态的旅游，安尼，让咱宜兰县变作伫全台湾旅游内底建立一个无同款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品牌。第五大项要甲各位报告的是，咱安尼来扩大创意经济，完成中英文创的造镇。咱其实伫中英抓枪，咱伫正。转型计划内底，经过几回同意，咱嘛经过去年办理设计展，咱嘛都市计划完成。即嘛咱伫有两个计划伫准备，一个是咱希望积极一部分第一期的即个文创意来变作咱上好的工坊的即个育成中心。咱即嘛嘛伫相关的计划内底，会当争取工业局的支持。对着这些相关传统的企业，哎呀是我们青年要创业的这个基地啊，来给它做一个整合。第二部分是地下的所在，那么特别在邀请原来咱的局长陈文东先生啊，作为咱影视产业专案办公室的这个顾问专心来配合咱台北是相关的这个。影视产业要来跟咱宜兰拍片的一个基地，安尼后工中心文创包括咱的流行音乐咱即马嘛积极透过地导演来到五月天相关的这个剧团来做一个聚集。后帮咱这个所在，因为交通的便利，因为咱这个所在的这个区位的一个这个成本较低，咱要来吸引这些相关的。人才能够来这边来聚集，当然要发展文化的这个产业，咱不只是爱靠一个园区，咱嘛爱变作遍地开花。所以咱即马伫包括宜山，包括大溪，包括头城，包括咱的纵围海边，咱未来伫这种村落美学加整个艺术这个聚落的这个营造，我们会。回到过去我们社区总体营造的这个做法，慢慢的来育成，然后推动更多的人才进驻到我们的这个场域来。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咱各议员有时间会当最近这段时间去到水金兄咱前议员的厝后边保安社区这个所在，我们现在也正在运用一个这个创意城乡的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将这个区域这个场域能够引进这个创意的人才，能够在那边形成一个聚落。那我们今年先用策展的概念，让这边这个乡下地方能够开始有一个扰动。当然现在这样，因为这样我们走进以后，社区整个社区附近的社区就开始有一个期待他们的人就主动开始来做一个这个集合开始管理来跟咱做一个合作。我想这就是一个机会。另外咱对着几个文化的场馆，咱希望讲会当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整备。完善的文化园区，咱即马规划已经到一段落，一部分咱配合这个当地。一个农村社区的营造，一部分咱都有一个先期计划，先做这个文化部补助的旧的房舍的整修，其他的部分咱都要进一步来争取文化部的这个资源咱会当从附近来打造咱一个真完整的史前文化遗址的一个园区对着讨海人这个。文化的一个场馆的部分我想这个议案大家讲了真久，虽然咱即马暂时放伫这个咱军方留予咱的这个这个野区的这个所在，但是咱即马配合苏南驿站，甲配合咱整个的这个豆腐角的整体的这个观光的计划咱希望。会当将这个特殊的地质，这个所在会当将这个
海洋文化，啊，甲咱啊这个在地南澳的这个啊拓海的这个文化，会当来做一个诶这个整合。所以咱最近当地甲林区管理处，将伊这个保安林地相关的范围啊，来做一个参详。安尼后工，咱这个整个南带跟这个管区的营运啊，应该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啊这个准备。另外，贵会上关心的南洋戏剧团啊，当然啊文化局，咱这是一个延续的啊文化建设啊，伫这个二十几年来。受到贵会啊，真济要求甲鞭策啊，当然公立剧团，咱啊管市政府，咱这是唯一啊，要维持这个，互伊会当好的营运，甲会当永续发展啊，咱嘛希望讲有一个啊，这个搁较完整的一个准备。即马咱等下伫这个甲这个创意中心新的经营团队来伫参详啊，因九月接手以后。希望咱的南洋戏剧团会当变作甲因合作的展演团队。那南洋戏剧团最起码希望讲争取啊文化部，我们能够啊来作为北管戏曲，我们做一个传习的啊一个保存剧种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传习计划。那么希望讲除了咱负担部分的人事费用，咱免啊让因的演出。每年都有好的剧本，加相关好的演员，我想咱伫相关的准备啊，咱最近嘛准备甲台北艺术大学进一步会当来签订合作的计划，啊，这拢是进一步希望。咱原来敢那是宜兰县政府家己伫提的南洋戏剧团，咱希望可以有一个搁较完整发展的机会，也嘛会当落实。咱贵会大家关心。咱这个特殊的剧种，咱来当和咱宜兰县每一乡镇，大家拢会当欣赏，和欣赏的人口增加，和这个主题会当认识，啊，和咱这个剧种会当来延续，啊，这剧团会当来做一个发展，啊，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准备。第六大部分是要甲各位报告，咱要来落实有机宜兰，啊，和咱的农渔。啊，这个传统产业会当透过新的方法来给它加持。啊，农业基本上除了是传统产业，这几年因为食安事件发生以后，大家发觉都回来，咱要是这个上界淳朴的这个生态农业是上界迷人，啊嘛上界健康安全。所以咱即马对县政府。今年所举办的绿色博览会，咱都是回到这个初衷，咱用良心来作为主题。各位可能也有看到我前外久邀请未来行政院长甲这个农业部的副主委啊来看。最主要，我就希望提供给因一个新的看法，希望未来新的院长就任以后，会当要求教育部甲农委会。和咱去台湾全国的这个所有的主题，一个月会当食一顿有机餐，啊，这个需求就会走出来。啊，咱宜兰要推动生态农业，啊，宜兰这几年的经验，我们一周一顿有机餐，我们现在稻米大概价格都已经可以采购到七十几块，那蔬菜现在大概四季拢无够用，所以呢，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政策需求来拉动生产，我想会带动我们整个农业的改变。啊，这嘛是咱宜兰这几年来，咱宜要推动的一个目标。啊，咱嘛这嘛是符合着咱宜兰永续发展的一个上好的案例。当然，除了有农业，咱嘛有农村。农村的这个建地啊，咱除了这个农村再生，咱嘛是迄天我嘛是甲。这个农委会甲行政院长啊，建言就是讲，农村再生的资源要互相来整合，爱甲咱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平台，互咱来做一个整合的执行，安尼才能来落实到咱农村的需要。咱即马真济所在，比如讲三星真济人爱去甲以这个砖头
这个烤肠啊、煎肠啊饼，啊，即嘛，过无偌久，咱呢，作为哈密瓜就要生产，但咱哈密瓜的产期真短，啊，咱作为敢那一个休闲农业园区，啊，所以咱就是啊，以作为为例，以这个农村的风貌啊，因为真久少年人拢离开啊，这个庄头啊，这古厝拢开始没落，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将农村的这个风貌跟我们的农业的发展能够来建立一个新的形态，所以咱有一个护理农村的一个整合计划，咱希望讲会当地啊，这个壮维的这个示范点先去开始做起，然后推动甲相关的这个农村，啊，这嘛是咱县政府啊，这个第这个啊，打造啊有机农业，打造新农村计划的一个啊预计的做法。另外就是咱的休闲农业，这几年来底，咱的十四个休闲农业园区虽然那数量对全国来讲算少，但是以对农民甲农家的帮助，农业讲经济的面向来看，这个农业休闲农业园区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动的一个方向。啊，这嘛符合的咱宜兰对农业转型来底，一部分对生态农业。下顶头一部分对当体验，而这个休闲产业会当来搭配，所以在这方面，咱伫辅导的，包括台南某、大南某，也是安龙溪流域，也是咱几个所在啊，还佫欠缺的所在啊，我拢希望讲在地的力量会当来开始做一个整合，县政府会当把这个资源带到。当然，现在我们是优先希望大同跟南澳。都能够优先，至少要有一个以上。那我也希望大同乡这个陈杰岭议员啊，我们现在倡议的这个好酒哈，因为大同乡原民区域大概是50公顷就好，但是原民乡就是一个障碍，整合土地比较不容易。那淡蓝澳的地方，陈议员的部分最清楚哈，我们现在那个山上跟海边的好像有一些冲突。不过最严重的现在是府会的关系齁，所以也请你特别帮忙，否则我们现在希望两个原乡都能够有一个这个休农区能够配合我们现在将这些生态步道齁，像东澳涌泉齁，像我们那个九寮溪，我们现在都交给社区的，可是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收费，没有真正让人能够进到这个场域里面去，像我们一般的休农区去那边住齁，或者是去那边做更多的这种体验，那这样的话整个经济的效果就没有办法达到齁，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会优先来落实。那如果说大同乡，我看热水我们这一次用日晒米齁，那如果说陈议员觉得热水或含溪可能性比较高，还是轮皮可能性比较高，应该可以优先我想唤起在地力量，我们来全力来将这些资源导入那当然四南地区要有一些时间齁，四南专案我们是另外一个案子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置齁。其他的对着咱龙溪的这个辅导的部分，咱即马企业发展南澳的即、這个第一拍卖市场，咱希望会当来改建咱的大溪渔港的直销中心我想蔡议员甲林议员拢真关心虽然即马已经接近伫要完工收缩，但是即、這个困难才开始齁，因为内底内装甲即个摊商的案底我嘛希望讲。农业处尽快跟地方的渔会跟地方的这个公所尽快来接轨。对宜兰县这个农业的这个准备除了这几个面向我大概是特别要求咱农业处陈处长，咱农业的政策对咱新的农民甲这个少年农民要入来做的部分还有更加完整的辅导计划我希望说咱在布拉克亚区跟现在壮维
这个美丽园区，咱有分别了几个点啊，咱拢有公有土地，会当做一个农亲驿站，这个新农的学习农场，安尼来呼应咱对着这个农业的一个重视。小弟嘛特别清楚，咱既然因为有这个养鸭实验所，这个试验所，所以咱宜兰县的养鸭的事业，会当去全台湾建立个上好的一个绩效。咱未来，咱嘛希望除了咱有农改场，咱农业的产品的加工，咱不管是鱼产加工，也是咱的一般农产品加工，其实咱欠缺专业的辅导。咱嘛希望讲农业处会当积极来争取农委会甲宜兰大学相关食品科学来做一个合作，安尼我相信一定会当帮忙咱在地的一个业者。第七面向要甲各位报告，是咱安那来推动新的时代 IOT 的应用智慧城乡甲咱免得来形成一个云端家庭网络的一个这个城市应用。其实咱宜兰县的这个土地的规模，就是咱的城乡的规模，拢无真大。咱的交通嘛真便利，人口一部分的这个乡镇嘛真集中。所以即马对这种 IOT 的应用，咱希望讲，咱来争取，咱是一个最佳的实证场域。咱这个计划分别即马已经有3-4个相关的企业嘛来跟咱签 MOU， 希望发展这种的形成的这个做法。这个部分，因为咱竹科城南基地都伫咱管政中心的边啊，咱这个基地嘛是叫做这个研发基地，袂当来做这种这个生产线。但是伫 IOT 的这个软体运用的顶头，都符合着咱即马这个环境的条件，周边的这个管政中心的规模，甲伊所设计的这个环境，都真适合。对未来智慧城乡所运用的智慧电网、智慧家庭、甲智慧家电等等，包括咱伫智慧治安，拢会当形成伫咱这个系统顶头来做一个准备。这嘛是咱未来伫推动社区治安、甲咱整体治安维护顶头，咱即嘛大家关心的校园安全我们现在就会纳入这个智慧。这个网络上面一并来做建制，包括这个智慧应用，咱的现主席洪灾系统，咱嘛拢会甲这个咱宜兰县这个环境的需求，即嘛各机关系统所建立家己的这个独立的系统，我们也透过我们整合以后，我们希望将来都能够来运用。另外，这些的智慧应用未来可能会变作是一个新的革命，也都是。现在教学顶头，咱的教育顶头，其实现在已经有几下应该是试验。其实咱的在网络顶头，大家拢有看到一个叫做摩克斯的运用。虽然迄一开始是伫大学的课程，咱现在宜兰县小学嘛伫推动这相关的这个准备，类似这拢是未来咱的智慧应用的这个可能性。特别要甲各位报告的是安那。均衡人才的供需，来辅助咱传统产业啊，甲社会企业的发展。其实，伫宜兰县目前咱产业界，我想在座各位议员有真多家己本身嘛经营这个企业，嘛有真多产业界伫反映。即嘛其实生产线也是工地普遍欠工，其实咱的失业率也是拢维持伫。这种全国平均的标准，这个结构性的失业，咱必须爱唤起咱的少年的家，就是咱新世代大家这种价值观。所以我们在怎么样来提倡尊严劳动、合宜生活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倡导我们希望落实在相关的国中的辅导教育，也能够落实在我们相关的。相关的建教合作，以及我们对于现在中高年龄失业者，我们有一些更好的这种职训辅导的计划。所以，第几回支持咱其实对就业安定基金内底有提出
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身心障碍朋友，因为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一般都来自弱势的家庭，最弱势的家庭我们优先来辅导，所以咱希望会当来甲因育成，啊，甚至互因真正会当从薪水炸到当厝诶，啊，薪水会当来互伊厝诶，甲伊会当融入这个家庭，这是我们在这个身障就业这一块，我们希望我们的劳工处能够来加码，将这两年推动的这个基础啊，再能够往前推。另外，咱对于整个就业市场，咱其实即马宜兰的子弟虽然大多数拢出外去读册，不过咱会当透过大专男友会提早来建立咱的即种就业服务的这个提供资讯的提供。那现在虽然是各自有很多的限制啊，不过我相信我们劳工处只要用心，大概会从几个面向，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拿不到，但男孩子在当兵的时候也会拿得到。那甚至我们现在连民政处的这个户政的这个系统也把它这个链接起来，因为很多迁出迁入或者是结婚登记这个服役返家等等，都要经过户政系统。我们怎么样将这些好的这个资讯系统能够让他们来了解。另外，咱就是对着现主席经济家庭这个面对的这个课题，就是因为经济咱的士大人，咱挖靠这个外劳。不过有一寡有一寡习惯，有一寡空窗期啊。我们希望有一个喘息的无缝接轨，我们也请那个卫生局跟劳工处能够将这个缺口把它弥补起来。另外，咱对安那会当扩大招商的服务来服务咱更加侪少年家，咱既然的这个观光服务业已经是进入一个较高峰的这个阶段，不过咱普遍的薪资和大家嫌拢较低啊。不过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从今年开始，这个、观光服务业或者一般服务业的薪资水平大概逐渐在拉高。不过我们觉得要让我们宜兰的孩子有竞争力，不应该只是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已，而是要有更好的能力来去跟人家来续薪。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就业辅导上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不是只是好像看便利商店这样做一个媒合，而是要更积极的来做适性的辅导。所以我们劳工处也有这种救服务员开始也加入了这个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处遇，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来做更多的这个推动。那我们在相关的观光产业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来拓展我们更多场域的时候，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观光产业来加持我们所有的观光建设，也会在贵会的支持之下，我们现在同湾公园第一基地跟第二基地我们会持续的来逐年来建制。那另外我们也会针对龙潭湖、梅花湖、东山河、安龙溪还有我们各个相关的重要的这个景点，我们会来做一些更多的这个价值的建设。第九面向要来甲各位报告是安那来发展多元的教育，建构咱宜兰在地最好的乐学体系。咱的理想，咱拢希望讲应用这个新的世代，大家拢伫烦恼，咱即卖教育系统是毋是会当应用未来世代伫世界竞争，也是伫台湾竞争？根据最近的媒体的报道，真侪行业未来毋知十年、二十年都会消失。所以咱要怎来和咱的子弟伫国民教育，也是应用即卖十二年国民教育这种的体系之下，咱会当走出一条和咱宜兰子弟搁较有竞争力的学习的环境。这嘛是咱宜兰县这些年来，其实宜兰县政府甲宜兰县议会拢真有实验精神。所以咱实验教育伫宜兰开始推动，咱即马嘛这个中央嘛有立法，咱即马除了
有这个慈心华德福土城人文，今嘛咱嘛积极辅导甲民国小学转型。其他咱有一寡较偏远的小学校，咱嘛希望讲会当来进行相关的转型的计划。其实咱拢鼓励咱每一个学校提出伊家己的特色学程。我们的校长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教育行政的同仁，包括小弟，咱拢不能这个推卸责任。我们希望能够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因应现在的少子女化。咱即马宜兰县一年出生的这个小朋友，过去上高峰的时阵，他差不多是伫6500个，即马差不多剩伫3500个。安尼伫这种的这样大的落差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现在教育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教育困境。少子女化，编制无多增加，我们要做员额的控管。经过咱的国小的老师一直拢无多新进，所以最近经过教育处的监督，咱希望伫今年度、甲明年度分年会当来开课，来聘请新的老师。好，这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能够提早来准备。那对于因为少子女化，我们现在每一班的学生数都比较少，我们怎么样建立好的教学品质？这嘛变作是咱教育处文处长必须爱跟咱所有校长来共同面对。虽然咱的去年有个教师团体有一寡这个大家意见的这种的交集，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个过程啊，咱会当阁进一步，互社会家长，互咱的家己教育的现场的工作同仁，啊，甲咱这教育行政的这个主管啊，有一个阁较好的一个对话的这个过程。啊，咱希望讲宜兰县每一个学校，咱不管伫什么所在，咱拢会当继续来推动咱的新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实验学校也能够有一个推动的契机。所以我们现在优先除了中程希望辅导大同国中的迁校能够做一个先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准备。那也希望现在已经有一个国小要提出这样的计划，也许请三位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议员啊，能够多给他们关注跟支持。那另外我们在还没有推动实验学程之前，我们也希望对于我们原乡的几个部落学校能够有一些不同的课程发展。我也希望文处长这边能够跟这个民政处原民所这边，将来跟我们新的教育部长跟我们新的原民会主委能够来对话，将来在宜兰县我们应该优先推动在既有的这样的一个课纲课程的标准的一个原则啊，能够有一些弹性的这个时间啊，让原民乡能够有一个发展的机会。另外我们对于100年那么举办全国运动会，咱最近筹备处成立以后，就甲教育部伫争取相关的这个资源，同时啊，真侪场馆透过全国的单项，拢已经开始伫做准备。县政府嘛这个有一个专案小组，陆续拢来准备。基本上，咱嘛希望讲，咱既然要办全国运动会，不只是敢若把这个活动办得好，是配合这个运动会，咱安那来提升咱的运动风气，全民运动促进健康，这拢是咱一贯的目标。同时，咱好会当有迄个好的条件发展体育专业的，在咱的主题会当有一个更好的舞台。所以我们也有好的夺金跟这个培育计划，我们也希望在专案的教练跟专案的师资跟专案的场地，我们都会请教育处这边
列入我们在相关的这个计划逐步来做更适当的一个推动。对于南田主席这里整个我们在多元教育的面向上面啊，因为我们现在新住民的子女啊，第一咱宜兰县人口，那第一入学的人口的比例来看，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10%，所以将来的母语教育我们在过去我们除了本土的母语教育，我们将来在这些怎样做文化融入跟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的这个相关的课程，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都能够持续来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第三方面要给各位报告，咱要来营造安心社会，打造健康照护的这个家园。基本上在整体安心社会，大家最关心要是治安顶头的这个安全。安全在咱宜兰县这种较朴素的这个社区形态，咱基本上在这十年高速公路通车，虽然观光客升点2.5倍，在治安上面的冲击不敢说没有什么波动，不过因为交通便利我们看到一个趋势是跟全国一样的趋势那个部分就是毒品，所以毒品防治这样来降低咱宜兰的主题去表面去沾染毒品，甚至说有毒品犯罪这几个月大家看到不管是去抢银楼、抢花旗银行，也是在大溪连续骑奥托曼抢劫，这根据最后看的资料，拢甲食毒品、拢甲拍赌博电话有关系。所以咱优先会针对安那会当防治毒品危害、防治那个枪械这个危害，啊个那个赌博的危害，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在未来治安的重点。当然社区治安就是说咱除了警力的编制有限，会当充分来利用民力，当然各乡镇市公所的各社区的消防工作队其实都会当形成一个好的这个完整的治安网络，所以这个部分咱应该要继续来鼓励。另外咱的高龄化的社会对宜兰来讲，咱的老人人口已经超过14%以上，所以咱要来做这种全面的关怀老大人的一个准备啊。咱除了要建构这个完整的医疗系统建构完整的社区的照顾系统，所以咱优先争取阳明大学附属病院升格作为医学中心。最近也得到很好的回响，虽然新政府还没完成交接，但是在立法院因为咱有几个委员会很关键，一个是教育委员会一个是卫福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已经对交委的要求要求教育部和卫福部都已经列入这个主要的案要立案来对中小弟在未来新的卫福部和教育部的这个部长就职以后，我们就会专心来将我们的新民院区和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成为医学中心我们希望说今年会当给我们协定。另外我们对于我们整个的四大人照顾我们现在在推动和现在是中央政府要推动的三合一政策有一些咱开始伫做一个对接，希望咱宜兰县会当优先来作为咱喜欢的城市。伫这方面，因为伫几月之时，咱这几年其实推动这个不老节，伫当中的呼应有真侪系统，咱嘛已经开始对接到这个真侪现主席政府所委托的智库已经来甲咱做几啊届的这种的对话，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准备里面，因为现在卫生局在这几年来推动各种的绩效表现都得到中央的评比的
真优秀的成绩。所以咱的不管是食品安全，也是这种长期照护包括社政部门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先期的示范计划。第十页面上是要甲各位报告有关咱安那来帮助青年会当互因来实现因的理想并且伫这个结构性事业的这个过程内底，安那来帮忙青年会当创业甲创新咱这几年虽然咱小本经营用这个青年事务委员会，咱嘛已经有一个交流中心青年学院咱嘛希望咱即嘛进一步伫这个有关的这个公共资源顶头咱嘛已经有几个单位有几个方案，希望会当来做预陈咱优先就是整合过去对于这个青年创业的这个就业贷款甲咱的青年育成的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来做于整合，希望也能够将来中心文创基地或者是其他的基地的一部分，我们都能够作为年轻朋友的这个逐梦基地。第十二面向要甲各位报告，咱安那来促进咱对原住民这个原住民的权益促进以及对于相关新住民的服务的促进我想我们现在原住民的相关的计划，我们原来原民所大概都是只有做一个过路财神，很多的计划大概都只有推动中央代执行或者是乡镇公所转承。那我们现在希望对于两个原乡，我们应该优先有两个重要的计划来准备。第一个就在去年跟我们很多的原住民祈祷到了山上，大家最重视的还是怎么样还原大家对于各个部落族群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内涵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希望民政处跟教育处，我们都鼓励每一个部落都写自己的史，那希望能够做一些辅导的完整的计划，然后将来这个编史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原住民的在地知识跟好的这个文化传承过去因为没有文化文字可以来做做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们现在希望这次利用这个三种文字的方式能够来作为这样的文化传承。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对于原民乡的产业促进。那两个原民乡大概最主要的产业还是在农业，那农业的这个原乡的计划应该要有一个完整的专案，市南专案是一个，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希望农业处跟我们民政处的原民所一起来合作。当然我们透过两个乡公所希望将他们的农政部门除了过去辅导原住民在蔬菜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生产的行为，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辅导他们能够认识平地发展到现在宜兰县的观光客到了这个场域，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让农业生产跟休闲农业跟体验经济能够来做结合，也希望能够将我们这几年希望推动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态旅游上面对于我们生态旅游的导入能够来辅导原民在山野教育的促进。那因为我们在全台湾的这个登山活动里面现在逐年兴盛，那原住民有在地知识，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跟我们传统领域的这个概念，那这样的话让原住民在山野教育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优势能力，那将来我们在山林保护或者是
我们要做推动生态旅游跟促进所谓的城乡平衡的发展，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推动。那另外我们对于原住民部落生活环境，我觉得到了几个部落原乡，他过去的生活环境都是早期的国民住宅，那我们看到从去年两次风灾以后，其实很多环境的这样的生活的场域一方面是用地不够，一方面是大家的家庭的困境。虽然原民会也有一些补助的修缮跟相关的措施但是没有办法让原住民在很多的生活环境的基础改善了。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邵处长这边过去宜兰县的总体规划现在只有做到大南澳有一个南墙都市计划，但是部落原乡几乎都没有做相关的这个规划，所以我们希望落实在国土计划里面对于两个原乡的部落环境能够做一些更完整精进的图绘跟这个叫做上位计划的指导，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现在有很多部落土地不服，或者是因为在新建房屋的时候没有办法在这个建造或使造上面呢达到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管理。那当然现在我们对于几个重要的计划，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呢能够继续来作为更加的策进。大南澳地区我想我们现在优先的课题就是要请陈议员帮忙搭平台来做公亲，把这个互惠关系把他们协调好，否则现在两造在打架连我们这个公亲也拉下去，恐怕我们现在中央的资源地方资源要进去都很困难。那现在大同乡在陈议员的帮忙大概那个乡公所的问题应该逐步解决了齁，那我们希望最近就能够帮忙几个部落的这些工程如果说在整体的这种发包的状况还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困难可以请我们公务部门我们吴县长也帮你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有一个案子就由县政府这边来统包来发那这样的话应该可以解决当时我们在地方所谈的议题。那阿里议员最关心的大概就是因为平地原住民都散居在各地了，所以在将来整个服务系统上面，我也希望原民所这边一定要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来专门服务我们平地原住民。那同时对于这些平地原住民在需求上面尤其是就业的需求现在平地原住民大概都是在渔业跟农业，那现在农业处地政处这边有一块这个公有土地，那事实上如果说还有这些乡亲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也会协调国有财产署，现在有一些过去退伍会辅导的这些农地，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年轻的退伍会的农民了来做这样的需求，我们现在进一步希望新的退伍会主委上任以后，我会来要求争取这些国有土地如果已经闲置了就交给我们地方来辅导我们这些需要的民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就是促进这些弱势的乡亲他们的需求。这个市政报告顶头当然小弟除了对市民的这个计划更要给各位做一部分的补充相信在关键中这阵大家嘛有个一定会有一寡大家互相的促进我甲较详细甲各位做这个相关的报告以上是对着桂花编制行政团队，咱伫105年伫进行中，也是伫未来进行的这个范围特别提出了来向各位做一个报告希望各位会当继续甲行政团队继续支持。继续编写制度，感谢，谢谢。好，感谢县长
十二项的这个宪政的这个目标啊，讲得非常的详细哈。啊，这里面咱有真多可能，大概咱大家当来啊，一人一人来提出来过来啊，大家探讨。啊，我即摆是讲头拄仔伊馆长嘛，正啊讲都讲点半钟啊吼，是毋是咱休困十分钟好不好？我迄群袂动咧啊，有诶拢无啥会动，我嘛无啥会动吼。休息十分钟啦，好不好？好，休息。
好，各位同仁请就坐。啊，应当先啊，那个服装。啊，你们那个是哪一国的？你那拟人国，你看。好，刚才会长感谢县长的详细的将政策啊来向我们大家报告。那我们现在啊，是不是一个人？哎，几分钟？我看哦，少一点了，三分钟了。你们是提问题嘛？哈，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先邀请的是杨振成议员了，哈。还有我们林内贤议员啊，陈孝仁议员，林习明议员，还有江碧华议员。好，那我们首先先邀请杨振成议员。接触那个十八届第三次大会哈，我跟主席有同感了。因为听了那么多久的施政报告啊，其实施政报告不是照本行事，但是其确实要照本行事。因为这个我们施政报告包罗万象，千头万绪那么多啊，我们一方面看县长的补充，一方面看这个施政报告208页21处级啊，这样写得很详细。因为其实县长现在已经是6年半了嘛，现在很熟练了嘛，所以讲得很清楚，还很务实啊，都是这些。当然千头万绪没有办法全部包罗万象，但是其实都是很积蓄的啦。这个要感谢县长你的努力，但是现在6年半剩下2年半，要把现在正在熟练冲的时候，但是以前有实现的话，在你这内尽量给人家完成。谢谢县长再来也感谢副县长，这次能够留任在宜兰来帮助县长来为宜兰打拼跟历史啊。这个是值得鼓励啊！求神拜佛嘛，救未来啦。这个其实啦，基本副县长这5、6年都来的展现，大家都有目共睹嘛。其实大家都有期待。如果你这抓几条啊，到了吼，吉阳馆就里里当当啦。咱在同仁个在科室局长啊，那个拍者拍个鼓励，谢谢。嘿，拍者一声拍个大大者。即马都遮吼有几啊较重点，即马都是媒体较正义性的，即马上夯的时阵啦。第一点吼，美猪的问题，我强化县政府的态度啦吼。第二点，南澳段是公路歪开啦，未来准交通部长讲歪开，较有影有这代志。第三点，竹县铁路啊歪开啦，我时间够呀，好，竹县铁路啊吼，一过来吼，即马上夯就是土壤。液化的红色八线是之一啦，这些宜兰县有没有？县政有没有在运营？再一点哈，第五点就是中心文创金母鸡啦，这是宜兰关吼，好运啦吼，管道列祖吼，将来虽然不在列级级完成，但是咧开创沿街的白虾林冲园开创的，这你了解历史，真正了解历史。但是我是讲宜兰关附近啊，累啦，啊这嘛是买来，唔是讲买来，啊就未使买啦，这咱是有偿取得嘛。啊，至于我是讲遐阔吼，文艺甲文书迄拢会使做起厝商店，这买嘛。保温罐使留一寡盖买吼，卖牌子啦，无钱未使放起面包。啊，这个你若卖。好，感谢。继续林业贤议员。谢谢主席县长、副县长各位局处长我想，我只有两个建议想要甲咱馆长建议一下。第一个就是讲，本身有讲过讲，只要咱的政策是对咱全宜兰县的县民有利的我想无分党派，大家都一定拢支持啦。啊，去遮呢？有一个感觉啦想要甲县长报告一下，你三思而后行，还是讲可以郑重的去考虑一下。目前这呐互惠吼，这么无和谐啦，包括
在意这个陈文昌议长所讲的话嘛，不哩强，不哩重啊吼。我想语重心长的要甲馆长报告，就是讲这个金建这个问题吼，我感觉你他好好思考，因为延续这个上一届呢，我顶个这个议员吼，这个、基层建设经费这吼，你无感觉讲，大家议员有这个基层这个建设经费了吼，好像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方便，包括张建议长去主持的时阵，可能吼。比咱陈文昌议长来主持吼，比较顺利啊！啊，所以当然相对来讲，陈议长会认为讲，好不容易这个民进党全面执政啊吼，啊我换我做议长啊，啊为什么这议员当然吼，甲我要求的我啊馆长吼，吼拜托的吼，啊完全拢无，甚至拜托一个科局啊，是讲一个处啊，拢拜托无的。啊，这个问题我想那个县长你可以深思一下。卖讲吼，这個、府卫政务不和谐了，啊别恁家己动又讲这么重的话，这个不好了。啊，第二点是讲吼，你刚才馆长刚才咱宜兰县今仔六月九号端午节无开始要比赛，迄个东山和这个龙舟竞赛无，啊有一个县长杯这个比赛无？你刚才讲他县长杯顾名思义是客北客人的比赛，但是阮客北这宜兰市，阮一挂队伍要去报名这个客人这边这吼，因拢无人报，这已经十年啊。那安尼话，这个县长杯该做这个县长西北杯个好啊，啊西南杯个好啊。这个、教育处你刚知影这个情况，溪北的队伍要去报，溪南的吼，迄个恁体检科完全去人动，未使用报名，包括训练爱去东山河训练，我去宜兰市训练好啊，啥走到东山河训练？这个情形你爱问一下，你爱查一下。啊，无讲伊讲若无去东山河训练，你未使报名，无他报名了，你一寡报名费啥物事拢无法度补助。这个很严重，你不要县长于不义，所以这点哦，处长你问恁体检科，新的承办人来了吼，完全一直刁了宜兰市的这个队伍，敢那惊我去客人比赛，一定不要客人比迄个队伍得冠军啊嘞，这唔对的嘞，县长被顾名思义是宜兰县全部，不是只顾西南而已，好，县长啊，这两点啊麻烦你罗阿姐，谢谢。好，继续请陈孝仁演。谢谢议长哈，副议长，县长，副县长，各局处的首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我想，刚才县长报告这个原住民的议题啊，讲的头头是道。刚才林希明议员说原住民的议题，县长讲了半个钟头，我一直怀疑是不是只有讲三分钟了。我刚才看到这个早上看到这个通行录啊。到现在，我们人民所的所长都是代理的，现在民政处处长又兼社会处处长，他可能鞭长莫及，不管是人民所所长，或是我们在座的文化局代理局长啊，他已经代理三次了，我知道，我在这边议会。站了很久，我看他代理三次，你应该把他征除。我的意思说，人民所长是不是尽快的派人来做，这样才会落实原住民的事务，可以不可以，县长？好，我们请江碧华演，林希明演了，林希明演，办事。啊，副馆长、各级处长、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无啥物意见啦，我是讲看报纸安尼吼，较早媒体总统未选啦，选掉了吼，哦，咱宜兰呢要做内政部长啦吼，做环保局长啊，做到尾啊拢无去啦吼。不过我很纳闷吼，我听来即讲吼，县长哦，真正民进党做，中央民进党做，这是真好。结果我看看无咧，我会记得较早林宗仁选头一届县长吼。选掉了，阳明医院煞无的，这也是跟你有关的，政党政治嘛，中央就随该删掉的，你我也无掉嘛，要拄好删二十几个啦吼。啊，即个民进党调，我想讲真欢喜啊，一条边连宜兰市拢一条边，结果吼，中央这未上级都随时来闹鬼啊，宜兰煞无半息嘞，临时也未使算宜兰的，伊较早是台北拍拼的嘞，你今日讲这简单嘞，来这部长讲。讲也无话啊，对无？环保局长讲也无话，啊好，无话拢无要紧。副院长留到宜兰，这是一个
对咱宜兰一个有帮助啦吼，无一定讲去中央就较好啦。有代志啊，讲去中央内政部长做一两年，叫你做对诶，啊去遐做啊较艰苦啦吼。我相信副馆长老者对啦，我是讲馆长啊，针对是针对你啊啥？啊是你即卖民调一直拉，针对你啊啥？你也是吗？好啦，当然上重要啦。你即卖突破者，竹县铁路无敢袂使，铁路高架爱有啊，阳明医院你爱恢复啊。我是感觉这三个目标你要去想办法，袂使政党政治啊，即卖拢中央拢恁个啊。较早选举好啊，民进党调，管政府决定真好啊。我也觉得这样啊。较早我会记得，较早民进党吼执政的时阵啊，变做执政的时阵啊，咱宜兰的吼，体会好好啊。您都有去做样子啦，经费少消费，对，特别做啥拢有啊。所以咱宜兰真正有去做部门的部长，啊什么货啊，体经费拢真济啊。如果无做，结果拢有差、啊，对。刚才阮前议长先来讲啊，啊条啊较好基建的吼，可能会创一挂啊条啊，啊阮遮拢无。我认为啦，基建我是较不在意啦。当然我是讲真正吼，基建也好。啊，是经商门也好，资本门也好，你爱拿捏一下啦。尤其资本门有诶拢乱开啦。我现在甲您建议讲，资本门未使有诶乱开啦。其实拢爱做好，我是感觉这真好。我希望讲，馆长，你真正起码了后，中央来了后，你爱慎重去处理这工课，做这工课。卖人讲啊，咱民进党执政，我煞比国。好，继续我们请江碧华议员。今天听了我们县长从两点半开始施政报告，整整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我看这个县长哈，对这个你六年来的这种整个施政，应该各方面都了如指掌。但是，在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鼓励我们吴副州县长。当然，在新政府在选举完了之后。那听到我们这个外面的声音了哈，说恭贺我们宜兰人有很多的啊，这个人才要到中央相关单位去服务，但是呢，结果事实上啊，这个落差很大。鼓励我们吴副座哈啊，留下在宜兰是宜兰人的福气了哈，会让继续咱宜兰的这个管政府团队继续来服务。所以呢，以你的不管是在工程的领域方面，或是你的敬业的。服务的态度的理念，你都是超越党派。为只要是你说一句话，这本书啊，我没有带来了哈。人在公门好修行啊，那我想这个是也其他让你们这些的，不管你们是县政府的团队，上至县长，下至所有的县委团队，我希望这个是一种理念。那这方面我们请教哈县长，刚刚您有说到我们阳明。啊，这个是小英已经当选中520之后，新的政府这个窗口应该整个这个效力，不管是经费的争取，啊，将来可能阳明医学中心可以来努力来琢磨。现在有一个目前所面临的这个最大难题，就是即将要开始营运。那据啊本席所知道，阳明医院目前的不管他的人力、他的能力、他的医疗团队等等，甚至于。他整个医疗的设备等等，我希望这方面我们县政府一定要有一个看看。我想卫生局长他本身也是在阳大服务，是不是能够请县长？我想在副县长是平时都有跟阳明医院做一些的平时的工作的联系。我们一定要深切了解一个硬体设备完整之后，他的软体、人才、设备等等，是不是有严重不足？这个未来在520之后，是不是能够跟相关单位，不管是中央的卫生署，或者是行政院，那我们也不要泄气了。因为南阿过这里好像有一个林希耀先生嘛，他目前也是未来的行政院的副秘书长，副院长副院长，我想他的职务，坦白讲，对未来对宜兰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口窗位。希望我们宜兰县政府。很多的一些的交通的建设、硬体等等，那这个地方我利用这个机会哈，刚刚有听到我们县长对一些有机农业，还有校园的活化空间，这些因为少子化。好，
我们以上哈、哦、有五位同仁哈、哦、啊，刚才所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邀请县长啊啊来答复。啊，大会主席，感谢各位议员的指教，而且感谢有议员的指教哈、哦。啊，对着啊最近的议题，大家讲啊这个 TPP 可能会开放美猪。啊，各位拢知啊，我们是反对瘦肉精。啊，当然是宜兰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开放美牛的时候，我们打第一枪就是讲，我们在我们的营养午餐，我们的相关的卖场，我们希望啊这个都能够禁用瘦肉精的相关产品。所以不管低价股，那你丢拢健康款哈，因为就是讲，那注重健康哈。哦这个瘦肉精对人体危害，哦，我们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是对猪或牛了，是对瘦肉精，哦。第二就是大家对着这个交通建设啊，最近因为比较较无什么新闻啊，看起来新来过的这个新闻哈、哦，发言被放大或被做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无谓的纷争啊。不过，咱徛地基人管政府啊，争取交通建设啊，咱的总体规划顶头，我们就是任督两脉，一个都是国道五号高速公路，一条都直线铁路，这是咱长久爱追求、爱争取的。啊，第一是直线铁路，现主席如果那是以交通部铁路局规划东部铁路铁树计划。对咱宜兰无帮助，我嘛同意这条卖开，要开就要开直线，吼、哦、开这条，吼三十三分钟的，啊这条因为环保团体也是过去郝龙斌拢反对，所以即马是有一个机会，是因为啊、这个柯文哲市长动算以后，啊咱就甲讲讲这条，第国道五号雪隧。时间的当中，都有一个环境监测。即嘛，通车以后也有一个环境监测。如果这个监测对水质、水量有影响，所以公职故宫啊，以科学数据说话啊，没有影响，我们就同意啊。啊，有影响当然不能同意嘛，因为这还要经过环评。所以过去拢有一挂误解了吼。啊，所以你也看一挂代志，明明是一个通啊理性对话啊，所以。即嘛真侪少年家嘛无认为讲，会咱替伊争取，因为咱即两阵啊开始讲，啊过去咱甲资深的议员拢知，咱争取这条高速公路争取几档，啊从余国华争取个郝龙斌，然后到了张建邦才核定，你甲想看卖下者，然后到了尤锡坤院长才通车，经过数十档，所以这条直线铁路我嘛相信。依这条的经验吼，嘛是咱方向无变，一直爱争取，啊，一直爱对话。各位拢爱知未来钢筋技术，敢有可能未开关？人都不只可以上太空了嘞，还要到太空去住了嘛，吼。当然，环境永续，我们绝对是同意我刚刚讲的那个原则。苏花改嘛，赶快。其实我讲的苏花改，我倒是不赞同马总统长底下冷咖啡。如果要核定，他的任内就可以核定。为什么他说为德不足？各位知影这原因伫倒位啊？无，当时赶快嘛是环评的问题，所以规避环评，它叫做疏花改，不是疏花高。各位拢爱知，所以真侪代志明明是赶快的一条代志，那也被补卡，哈侪无赶快。其实大家若去甲看清楚，我就知。所以我觉得将来我们要的是这样子，要了疏花改这个问题。是卖甲所有问题留伫咱的南无，卖甲所有问题留伫咱的所有，好、哦，所以我们现在替代道路要把它做好，啊，这东西因为既然存在疏花改问题，所以咱疏花改为应用疏花改，所以咱伊无法度，大家然后去到上南边的高速公路要下到苏澳的时候，有一条正边有一个缺口，迄过去就是老尾号迄个疏花高速公路。伊就接近嘛，这个棚坑迄个所在去，好、哦、啊，所以这个部分咱整个那个完整的计划，咱起码应该讲爱清楚的是叫做
东湖甲南湖一站，吼，东湖甲南湖一站的磅空，迄站那个炮通，那的距离就会缩短，吼。这个陈议员应该知道了，其实是那个隧道而已，只差那个隧道，吼。啊，上危险的这段会经常发生车祸，吼。那个台九线115K 的那个部分是已经有一个新的隧道啊，刚到地，那里苏澳水产的边要出来哈。啊，另外你有员讲的这突然异化，其实咱拢有这个正确的数据啊，而且我都有报告，咱即马要开始请建设处，咱做两个代志，一个代志是把这原来基地这个所在旧建筑，土壤异化不是不能住不能盖哦。哦，大家有基础的知道，土壤异化就是讲你起的方式啊，若无做华氏基础，也无做连续表，吼、哦，无做好的结构的部分啊，大概都较容易吼、哦、啊，因为传咧啊土壤异化的关系会崩倒吼、哦、啊，咱这个部分就是优先把这古的建造都把它建入电脑，然后好迄、那个啊，咱的啊这个消防局还有一套啊这个模拟的系统，然后。去分析它的潜势风险的情况，以让动个归集，好、哦，这几年开始在做。第二个是在区域，我们也把它标示出来，优先，好、哦，请建设处这边来规划啊，这个防灾型都跟高里地主，高里地主去整合，啊，咱个辅导来办理好、哦、更新的工课。啊，另外，陈议员说，原民所所长其实我们很难找了哈。哦啊，请积极推荐人才，哦，那我们这个原民所所长，大概找了很久了哈、哦，找了很久，那现在代理也是，不得已了哈、哦，所以三个议员大概都帮忙找一下了哈、哦。那另外，杨毅的部分呢、啊，其实咱基本上，咱头拄仔我甲各位报告就是讲，啊，李焕英两个委员会拢已经对应呢，啊，委员会记录。要求教育部甲卫福部爱伫这个今年提出，因这要安那来升级，作为以下东西嘛，有一个计划吼。所以过去是无这个机会，因为过去是我们被立法院啊有一个决议吼、哦，把它限死了。后来咱伫迄个新闸古年一百啊空隙年以上的时阵啊。我们就提升到朝野协商，所以他说刚议员有看到一个重点，因当然是有个创一个奥运部甲因的人事费，吼、哦，编制甲人事费甲含产值，吼、哦，所以他现在今天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在这边，但是那个只是在立法院的那个相关的决议呢而已，那个跟经费规模也有关系，所以只要这个案子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案子上面去，其实他现在搬迁为什么延宕？因这么急嘛，无搞，所以又要追加，所以现在那个委员会已经来这里所在现地，由那个黄国书委员来去现地已经召开过协调会，所以也同意了吼。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第一阶段先解决眼前的问题了吼。第二阶段，咱已经也要求来升级了吼。啊，至于两个林议员所指教的问题，我想恁相关部门应该也当过来促进了吼。谢谢。好。感谢县长哈。现在继续我们邀请的是我们陈杰林议员。主席哈，还有县长、副县长，各位局处长、各位同仁哈。刚拜听县长的这个市政总报告，针对原民的部分，强调两个重点哈，一个是编撰这个部落史，第二个就是产业的发展。那就这两个政策来讲，我觉得以原民所。目前的能量是根本没办法执行，这个政策下去执行就会有困难，因为像原民所可以说是先天失调，先天不足哈，那后天失调。那么刚刚县长指示啊，说要我们三位议员去推荐原民所所长，那我们是有推荐人的，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在好几个月以前就推荐一个人哈，那再加上我们现在处长啊，坦白讲对原民乡不够了解。几乎是没有下乡了，那么原民所又所长又没有正式的所长，叫一个宜兰复政事务所来这个代理原民所的所长，那业务性质毫无相关，他也没办法下乡，所以我们这个宜兰县政府跟两个原民乡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那对啊，推动原住民事务几乎是已经
倒退很多的这个时间了。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主改已经送到议会来齁，那也没有看到人民所提升到一级单位去。因为我一直强调民进党的政府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很重视原住民的权益，在台湾所有的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都把原住民主管原住民业务都设在一级单位，唯独宜兰县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到，这个是非常令人遗憾。那当然我们也一直试图想要争取，也许在这个空间上面没有办法来克服，所以我们这阵子啊在网络上面我们三个议员被所有原住民骂得口吐凌血，我们也哑口无言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县长应该要好好的考量。那么怎么来提升原住民生活素质啊，人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最起码的尊重也必须要来面对原住民。那么当然也许我们三位议员没有办法来这个决定这个县政府的提供县政府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毕竟是少数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议会同仁能够支持原住民这个事务啊，这个主管机关啊能够提升到一级单位。那么也希望啊能够跟其他的县市一样，我们走到这个花莲台东甚至走到高雄，我们面对的都是原民局局长原民处处长，而我们是只有一个二级单位的所长，所以他出去就如同刚刚县长讲的交通处叫南部高雄处出去一个科长没办法跟人家对话，原民所更是一样啊。所以我拜托这个部分呢县长能够多多的考虑。好，谢谢。我们继续邀请蔡文丽议员。管定哦，幸福宜兰一直是你的目标，幸福宜兰更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中跟你的脑海中。但是我认为说幸福宜兰绝对啊无比生命的安全更加重要。咱看到最近社会啊治安事件，尤其宜兰县发生到真多重大的治安事件，我想在这个部分你绝对啊要想办法免啊免去人民对社会现况的惶恐，免啊去甲解决百姓心肝中这个惊吓。吼、哦，所以讲我认为讲你搁安怎幸福建设搁较济，绝对啊无比着咱的安全这搁较重要的代志啦。吼、哦，另外这个拄啊真济议员也有咧讲，阳明医院吼，员、哦、工是全民真大的期待。因为伊会当啊平衡着溪南甲溪北的医疗的品质，加这个哦医疗的设备，所以讲阳明医院啊，这个代志绝对馆长你要跳出来吼、哦、处理，加上好的这个医疗品质，伫溪北吼、哦、这个一半以上的这个宜兰国民啊，享受到这个好的医疗资源，和、哦、百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这是上简单、上爱去做的一个吼、哦、这个施政的目标啊。另外咱也看到说啊咱这个宜兰县过去啊在假日游客是非常的多，交通打到到现在这个情形，尤其咱也看到交流道卡员工每一个交流道卡在假日的时候啊都打到很严重。不过咱要再看的就是说过去是只有假日，但是现在平时也常常都在打啊，结果这个高速公路打车了后车流量走去哪，全拢走伫头城，走伫滨海公路，所以滨海公路明仔日来做改善。馆长，你也有你的智慧。哦，本席直接建议就是讲，假设会当你滨海公路，哦，头城加这个硬邦段，来当做一个高架，来走出第二条的这个高架桥来讲，我想车都袂塞到遐严重。真济游客，伊看到雪山隧道塞车的时阵，伊会真有可能就走伫滨海公路，倒转去台北吼。员、哦、工。会当吼，这个车流量啊，迅速吼、哦、来给消化掉的吼、哦。我以上简单这三点报告，而且馆长啊，你绝对吼爱该听落去吼、哦。我想你执政六年啊，爱予宜兰国民最后用你这个馆长任内时间，予国民留下一些真正正正吼、哦，啊会当予国民留在心肝中的一挂大建设吼、哦。以上。好，继续我们请黄殿和议员。好，好，谢谢议长啊。这家都在一日家拜听
啊，馆长你讲真济啦吼，啊，认真讲听起来吼，真用心。因为一年外来吼，甲所有的议员有建议的吼，你拢有去讲到，吼啊，表示呢用心无打紧，那个方向还够不离五了哈。就是讲方向是多重性的哈，拢有涉及到，啊，这是真好。啊，我加上有副馆长搁甲你加持落。哦，副馆长认真讲，真公平公正吼，啊，做代志阁真有果断，即话真欣赏吼。啊，但是这个组合来讲吼，要贯彻到甚至于科长啊、局处长、科长啊、个承办人员遐去才对。安尼整体一个团队吼，啊，百姓才有感。但是一年外来，我发现到吼，是有落差了。馆长、副馆长真拍拼，但是。交代落来，甲局处长，也是讲科长，也是讲甲承办的，哇，那落差很大。哦，有时候一个法令，顶管的人方向都很对，但是法令执行甲科长、局处长迄边都来时阵哦，翻腔走板，哦，都是用自由心证，啊，都是自己想的，啊，让人无所适从，所以讲这也真遗憾嘛。就拄啊讲宜兰河这个就好啊。宜兰河过去去啊，别去遐训练20次，用相片来管政府都会使啊。啊，管政府诶，自由新政就是讲啊，不行，那是危险水域。啊，我请教，拜托管政府先问了宜兰市公所，危险水域不准在那边办龙舟比赛。啊，哪个？啊，宜兰市公所自有白龙船开始拢伫遐办白龙船比赛。啊，什么你搞认定是危险水域，而且那个是无效的。所以讲哦，这个政策哈、哦，这翻腔走板呐、啊，哦，好人安尼更加没有办法去信服，哦，这对。那过来就是讲，民众定来去啊，管政府办代志，该当具备的一些核定无标准的，一次讲清楚，唔是嘞，讲讲一项，第二遍人去向做好啊，过来请的时阵，讲不行，另外还有一项，来讲增效的。百姓拢食饱受用，安尼来共走鬼啊抓，这个都很不应当的啦。啊，过来，咱嘛爱有保护原则甲信赖原则，不管是百姓反应也好，还是检举也好，我连代名拢共讲出来，那、啊、真的是荒腔走板的害死人啊！点兵。好，感谢黄定和议员。接下来我们邀请陈定南议员，陈正南议员。卖讲馆长去啊，个馆长去真大。那个主席，啊，咱馆长、副馆长吼，一个主管哦。那个我这个馆长哦，即马这个国道五号吼，国道五号落来吼，即马拢一摆吼，伊虽然土地。啊，就你卖，啊卖，啊先做卖。今麦迄个所在是乙种工业区，啊，到底是乙种工业区会使做啥做啥做啥？今麦买主的人，大家无遵守，到底讲乙种工业区就做啥？大家什么咩？伊什么？伊就什么咩？都伊都去做。所以讲整体一个整体，这个乙种工业这加入多落来时哦，落来嘞乱七八糟，你无整齐。无整齐，连咪修理厂也使啦，买卖也使哩啦，啊，连咪都出创啥也使，啊，卖槟榔也使啦，四界啦，啊，连咪都规排拢不槟榔西施啊啦，连咪拢专门槟榔西施啊啦，所以讲，你爱你个辅导，你个爱个咱管教你个辅导，到底这排这迄个所在是伊交易多多啦，拢是乙种工业区。事实是有，迄部分拢是乙种公司。乙种公司会使做啥？你甲辅导，会使去做辅导，吼、哦。安尼到一个啊，将来到一个整体，啊，无伊在乱七八糟，大家都去做啥？做啥？啥物咩去做？你啥物咩做？啊，啥物咩去做？啊，将来乱七八糟，一个整体，一个交流多个啦。啊，你无只挂，无只种啥？哦，啊，将来都，咱讲较歹听者，去抓时，哦，啊，伊都
无好看，咱讲政策道路、交通道路啦，哦，不管观光事业无看，我希望县政府这边遮吼，啊，应该爱这边遮滴加辅导，这边为这边的交通道这早就加辅导啦吼。啊，过来就是讲，拄啊，你拄有讲着点吼，点就是讲这个，不然咱这个国道落来是有做这个灯塔，要通知这个出口嘛。总会做个所注意啊！顶头交通部为着无钱的关系，无接到，无钱的关系无接到。你即摆就是这个所注意到的是吼，第二摆这个苏港路伊阿边啊，一定拍架嘞。苏港路要拍架，我希望讲将来是吼，如果也是有钱啦，你肯定总统能做通啥物哦？看会当这个国道有够迄个吼，接个同尾啊线。从同尾去哦，将来个别个塞车啊，这方面个别塞车啊，也无造成即卖就是造成啊，即卖平时都你塞啦，你先记都塞啦。我讲非常要紧咯。啊，佫点就是讲，啊，你讲咱所规划一定爱做一个专业的保防区，你即卖上高。好。谢谢陈胜男议员，继续我们请陈汉忠议员。啊，感谢大会主席，啊林县长，啊吴县长，各级处长啊，各位同仁，大家好。我请问县长哦，你的任期到现在应该不到三年了，你目前所带领的团队哈。我觉得哦，有很多的政策哦要去推动。可是本席哦所了解哦，现在像社会处长哦，他已经啊辞职哦，身体关系嘛吼。文化局长嘛是代理的。我早起来开会的时阵啊，甲咱赖时路吼秘书长讲。我宜兰县政府都免啦，都赖时路啦，吼陈登清啦，吼啊咱邵处长都好啊，这三个都用卡，都同我轮来轮去都好啊。而且我是要甲县长建言啦，吼，你像文化局，现在是我们啊宋局长哦代理哦，他也蛮优秀的啊，直接都甲升都好啊，是不是？我看伊去处理咱罗东电工所的停车场，都很捍卫我们县府啊，对吧？啊，你这款人你唔该用，你是要对不？那是会替你到处工课啊，你留的那个空缺干嘛？好像现在的社会处的副处长，伊嘛足优秀的啊。虽然我介无熟啊，可是我知伊过去拢为基层起来啊，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啊。该爱报就爱报嘛，哦，这等于就是你管路的一个团队嘛，哦，直接给你建言了哦。再者就是说，刚才有议员也都有提到，局处长交办落的工课哦，下骹手话拢袂做。顶年的过年，差不多将近有四五件，拢抢先标咱管路的工课，结果。该爱抢收的时阵，人拢积极抢收，包厢拢积极都甲咱做啊。结果过年的时阵，钱拢无用领。我甲拜托咱秘书长讲，甲落去堆丧。所以这个部分，恁螺丝唔知道到位啊，联系我唔知，是毋是这个部分爱积极落去咯？无人工，人唔敢来标管路的工课。啊，至于抽水站的部分，恁甲单嘛拢啊无人去标啊。到底问题发生去到位啊？是钱无够，还是安那？该爱去甲上级政府清楚，恁爱赶紧来做这個工作。无你所讲的罗东地区，好，谢谢陈汉忠议员。我们现在邀请你等一下吼，邀请县长，好不好？邀请县长，如果人家答复一次，好不好？太多也无得答复啊。啊，感谢啊，大会主席。谢谢陈接林议员哈、哦，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原来第一版
是已经希望有做更大的这个幅度的调整，也把那个原民所哈跟就是变成多元民族哈一个事务处哈。不过因为各项的这种条件还不够成熟哈，所以我们这个方向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至于我们希望那个邵处长这边，我看如果说还没有合适的所长啊，应该还是请那个游副处长来代理所长啊。我想在原民的事务应该会比较顺遂一点哈。那另外，咱蔡议员关心嘛，基本上他都我嘛特别讲社会安全哈，是咱上重要的任务之一。啊，当然这安全的部分，包括你所指导的这人身安全，就是讲治安顶头，那么有迄个枪击啊，有迄种随机杀人，还是讲暴力事件频传了吼。所以这个部分，我都讲的，咱来看这些影响的这些主要的因子啊，因为治安会部我逐个月我拢家己开。我拢看到，拢甲毒品犯罪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啊，咱优先打击啊。所以高局长也从那个今年开始，我们就有封城扫荡啊。迄个效果应该是会当达到一个效果。当时咱甲地检署对话，咱就是要对于这些枪毒哈、跟毒这个犯罪组织啊，我们是全力扫荡的哈、即阳明大学的附属病院这个部分，大多我已经讲过啊。其实，这应该真紧都眉目了哈。我想最慢应该会到就是阳大附一，他现在要移到南洋院区啊。以起码呢，只要要前刷迄个过程确定，好、确定的时程出来啊，我会请那个卫生局跟我们计划处这边把它列管了、我们会请中央到地方来开一次会，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把地方的意见、一次就汇成到中央，让他们赶快做一个决定。因为每年都有医生对中央来讲，他马上都要去做汇编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来处理、至于你说台二线的部分，基辅公路 这段我们现在是要推撒更快的、至于说你说要在滨海公路边要去做高架，因为现在都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国家风景区有一个麻烦，你做一个小工程啊，弄个环境影响评估。咱即马伫做迄、南洋溪迄、格马兰大桥改建啊，即马环评跟他进行一段时间啊，吼、环评还没过，所以还没推动环评啊。不过这个交通上面，那你台二线要全线四线道这个代志啊。有部分的路段还没完成嘛，吼，所以这咱应该是优先来做。啊，至于他都你讲的迄个部分，咱就要分流。他都我讲一段，你可能会当看书面，就是讲疑似查到的这个山道的这条来，吼，咱就要对迄个一九一线佮拍架，咱的滨海公路拢甲变作几何米。后刚伊就转来行对咱的迄个五一号迄个边转来过来，哦，安尼都。免阁踏地二城遐啦，我知影你讲的就讲，即马所有车拢行地二城去嘛吼，所以这个部分，最近那么，这个今年啊，你讲的迄、那个，树啊有影响到这个，那现在公路局也同意了嘛吼，部分他会先移植吼，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并都把它处理好吼。迄、那个感谢魏定辉议员的指教啦，基本上你讲的重点拢对啦，迄、那个。因为我们做过市长，有当时啊吼，上情下，这个下不达吼，啊，有当时啊嘛真麻烦。啊，基本上这嘛是咱伫整体内底行政团队啊，希望继续能够精进。因为咱一部分单位，咱最近啊，因为我一年拢有一个习惯，每一个局处拢去甲做访视座谈啦吼。大概咱部分的局处啊，伊都是人员异动太频繁。哦，啊，阮的迄个传承嘛，做了无够，即确实有迄个做无够所在。不过，阮内部有一个检讨啦，吼，都是真侪行政规定啊，就是讲公务员到尾拢用依法行政来作为一句话，安都要甲做一个结束。所以应该是把事情做好，
甲人民的服务的代志做好，问题当解决。啊，这我哩当加强训练啦吼。头拄仔你讲迄个是毋是报农作竞赛甲林园讲迄同款？啊，所以那个文处长这个部分呢、啊，就要很小心了。啊，这个就是有排他性，嘿，那有迄个代志。你报名讲讲你去倒位啊练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做选手，我天才，我免练习嘛，当去报名。只是讲我去要接受你的相关的规则嘛。所以我们要鼓励报名，怎么会有这种限制呢？这表示迄个委员会里面，因为迄个委员的组成啊，咱无法度去做迄落啊吼。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文处长要赶快，因为你现在马上要比赛了吼，马上要比赛。那迄个陈议员所讲的，我感觉你意见袂歹吼。咱过去拢是予自然发展，啊，结果才开始处理。咱即马新路拢安尼嘛吼，迄种肥多的土地，结果遐卖车拢差不多拢囥伫遮，啊，即马只有开发单。啊，乙总工业区这个部分，我也请那个国民处长这边啊，你们应该去看乙总工业区容许使用。那最重要，我们现在那一段路。咱就要拓宽了嘛吼，啊，迄、那个算入去所有镇的门户，嘛是花莲要入去高速公路一个门面啦吼，所以我们应该，我们几条重要的道路都用景观道路，那这一段过去比较较无去冲，因为迄个所在不是咱的联络道了吼，所以起码都要拓宽几毫米嘛，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个用地的容许使用也就做进一步辅导，我想这是好的事情，也不要像很多地方到时候这一段变成槟榔西施的朝圣地，啊，对咱宜兰每民嘛不好了吼。至于陈议员，我只搞除了你讲的团队的部分啊，其实你讲的宋副局长，我拢甲征询过啊了吼。因为个人了有其他的考量吼，不是我不征询他，那其他的部分。你讲的这个意见，我也可以参考啦。啊，至于讲，他拄啊，你讲的那个孤雁付款啊，是吼，这个厂商应该爱什么时间爱讲付款啊？做一个公家机关，要求品质，那是绝对的。但是你人家付出，人家照时间给人，那是一个对价嘛，吼，这是公平的对待。所以这个部分。我记得应该不是很多了哈，当然这些个案再好秘书长去对跟了哈，其他的部分我们会那个我刚讲广兴抽水站那个已经在检讨，就比如我刚才差几条钱了哈，所以这么前规门去跟中央去协调哈。好，我们是不是在剩下只有一位哈林志宏议员？我让林志宏议员讲的。好，感谢主席。咱馆长、副馆长，各位局长、各位议员先生，吼，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现政如马啦，吼。假如听咱馆长这个九十分钟的报告，有真侪工课拢咧进行。而且嘛，替馆长感觉真幸运啦，吼。用到一个好的副馆长啦，吼。来替咱馆民来谋取相关的福利。无像讲即马柯P安尼吼，从一开始民调很高，啊，即马这个交通的问题，还有与民争利的问题，导致于民调吼安尼节节下落啦吼。我想用对人是真重要吼。感觉最近咱县政府真侪政策，包括讲这个去年农地农用，甲今年这个房屋税加税的问题，在然后我感觉个都有讲到与民争利的这部分，拢造成咱真侪乡亲对县政府的无谅解。咱小英总统嘛在讲，未来政府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我想要请问咱馆长啦吼，伫这经营之下，针对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政策的施行，导致于这么多的一个民怨，甲咱小英总统的呼应呢？这个第一次可以要好好的讲，第二次大声的讲，第三次再讲不听就要拍桌子了。那讲我们在县政的推动当中，让产生人民跟政府这样对立，管定里边来解决了哈。当然，咱这个
赖神嘛有真济好个优点。我想咱馆长啊、也被咱个网络乡民称作冲神啦吼。啊、这嘛是值得咱啊，咱嘛算宜兰个骄傲啦吼。啊，咱嘛希望讲这个关键个团队吼，会当过来啊、加强吼。啊，即嘛中央甲地方吼一条心啦。加入真侪咱的议员先生嘛，伫讲，咱真侪建设，馆长两届选举有真侪政见，即卖你的进度甲到位，啊，未来啊，先过去面对的困境，啊，即卖中央地方啊，要安怎来啊一条心，要来突破啊目前的困境，咱宜兰人人才济济，所以咱的中央即卖真侪，咱宜兰人有占了一席之地啦吼。包括讲咱的教育部长啊，嘛是咱众位人啦吼，所以伫这部分啊、咱是毋是讲啊、请咱的管护团队上紧螺丝啦吼，啊，好好为宜兰县政啊、做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好，谢谢，我们邀请吴秋林议员哈，啊，咱特别请县长给咱做最后的一个答复。主席，各位同仁哈，县长，我们的县长的团队哈，反正在你的施政报告里面哈，我看到了在十五页，我都看到那个什么520新任总统即将就任，说了好几遍哈，可见我们对这个好像蛮期待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哈，这个有的时候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了，那如果说我们本身家己嘛拢行到暗。我们不怕顶头是什么会，我们自己本身在各个层次的这个我们的承办，我们的科长，我们的处长，各个这个在县政府里面各个团队里面，他都能够因应这些变化的话，管理顶头是什么人，我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县政能够推行得非常的顺畅。但交通的塞车哦，其实分成县内跟县外了。我们一直讲说，那个直线铁路，甚至是缩改、缩高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县外的塞车，县内的塞车才是很重要的。纵使他都给你做好了，一个来到宜兰，一赶快嘛去擦车嘛，他还是一样，他上次在上次的那个县长总经理的时候，我问过你，当我要到。下了谁接那个转运站了以后，我要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我要搭的这个公共运输有什么一个简便的一个方法，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要使用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扎实做好这个工作。另外呢，你一直强调说我们要 update 2.0， 其实如果你讲哎螺丝松掉了，你如果去 update 呢，你的这个电脑很容易就宕机了。你讲要甲升级，像我的手机啊，我现在刚升级，要升级到那个6.0、7.0，不可能嘛，因为这个本身没办法配合，软体上没有办法配合。从我们同仁给他在起的专题报告的这一个提案里面，20几项的这一个你就可以看出来，问题非常的多。所以县长，我相信你做的跟我们团队做的有没有好？有。但是我们希望好是能够更好，有一些问题还是要解决，所以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做的就是很好的，我们希望能够改善，能够改进。所以针对这几个这么多的专题讨论的专题报告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每一次开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提案。那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平常我都没有去注意到，没有去考虑到这些问题，对我们的这个乡亲来讲，它是虽然说对你们讲可能是小问题，但是对乡亲来讲它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如果说哪一次我们的专题讨论，好，谢谢吴秋林议员。好，啊，不然今嘛是咪请最后啊，请馆长阁甲恁啊说明一下呢，哈。好，感谢局长，感谢志宏议员吼。基本上咱伫即届上任，咱嘛已经安尼甲即个馆民安尼做一个报告，说我们除了要把这个行政团队准备好，也要建立最好的沟通平台、对话平台。所以公共行政顶头啊，
啊，这个对位永远是不嫌少哈、哦。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很多这种啊措施上面啊，对着啊修案呢，啊是这个啊有这个对民众有一挂啊这个啊限制的，甚至是说啊更多的这个付出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大家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啊，啊往往就是像你说的，大概都是啊拢讲负面的较侪了哈。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对话沟通说明了 其实我们从去年的经验啊，我们内部都不断在检讨，但是啊这个都还是不断的要训练的哈。对于吴议员所讲的问题，咱即马坚固的交通建设啊，他都我讲过，咱有分内部、外部甲内部吼。啊，咱今日讲我头拄啊特别讲就讲，以咱目前的道路面积，吼、哦、啊公共运输甲咱的所有停车场，基本上咱已经超负荷。就是咱观光客啦，升点二点五倍的情况之下，其实伫真济所在是无法度承担即马的流量，所以你爱安那来降低，第一你也袂使讲叫人卖来啊嘛吼、哦。第二个。你只有叫做分流嘛，你请过收工了，今嘛赶快。你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分流，怎么分流？就分时段分流，分路段分流，都、就是能够红换的。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对内的话，就是说宜兰县我们的交通系统其实还有不足，都、就是咱的交通的网络路网不够。哦，因为你所有的车子都是主要都是在从那个高速公路下来的话。那这样的话都走南北向，那南北向都是靠、哦、交流道台二线台九线啊，你现在要去到西边都、哦、都很远了、哦、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啊，这个啊山卡道路这条是很要紧的、哦、所以我们要优先了。另外我们整个那个道路系统还有很多，我们现在生活圈正在辟线的几个都是需要来做的。那需要最主要的除了安尼之外，吼、哦，除了安尼之外，咱其实爱注重两个问题，一个是叫做物流运输，因为你要让产业降低成本，让产业愿意伫越南投资。物流运输，咱即马一卡货柜如果若安尼出去，一卡拢给人2000块，其实对他们的负担是很大的。吼、哦，那最近我们在招商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就优先协调港务局出口型的都伫咱家处理，啊，一卡几个都降低足济啊，所以现在量。刚好现在我们招商了几个公司进来，那个量到年底以后应该是足的、哦、所以我们现在也请副县长在担任这个港务公司的董事，这个部分优先要要求他们来做现在这种啊桥梁型的起重机。啊，第二是咱就台二线那个速地了哈、哦，一部分那速地啊，所以基本上咱起码公共运输的部分啊，除了进好型，现在还要最重要的就是讲，起码大家都有手机啊了哈。哦，所以我们公车的优化路线、优化班次，还要有更充分的这个啊、这个友善资讯。同时呢，多重运具，哦，所以呢 ，U-Bike 是安尼啊，一定要来建制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还会啊在积极了哈、哦，因为现在新形态的分享经济也正在兴起哈、哦。所以虽然 Uber 还没进到宜兰，不过现在我们也正在协调相关的。电动车、电动机车，相关的产业都能够到宜兰来设点。那这样的话，在多元运具的选择啊，大概就会很多元。我们现在最近也因为交通部被太晚咱这个这个计程车的这个计费的表，那我们现在利用这个机会了哈，交通部补贴一半，那就要想办法筹措裁员，马来补贴计程车。啊，也他请他们纳到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运输里面。那其实现在最近的这些自由行的背包客，很多都是包小黄的哦，所以咱起码进一步嘛，要把小黄混脸大变作为当做观光导览。啊，你我想咱这个交通，而且的准备，咱宜兰县其实本身小客车的租赁哈，加迄个七人座就较风行的嘛哈、哦，所以这样的话，我想这样就会啊形成比较好的一个交通环境哈、哦。以上。好，非常感谢县长哈。啊，我伫遮甲各位宣布的哈，各位同仁，今天大家辛苦了哈。县长
跟副县长吼，今日拢互咱的同仁，大家拢学得有着吼，啊嘛真用心写这本这个施政报告，但是甲看起来吼，感觉上好像上下吼不对称，啊，甲像协调不是很好，好像上前的无法下达，下前的无法上达，就看怎么样来加速改正吼。啊，第二点就是讲，请县长要好好运用吼，我们的副县长吼，蔡英文啊，欠伊一个公道吼。啊，咱所咱宜兰县是谈到了哈，伊无去咱谈到，啊，但是伊欠一个公道哈，这个应该好好跟蔡英文总统哦，好好把它啊，这个争取啊，我们印流的这个啊，这个哦预算哦，啊来弥补这个啊对咱的亏欠了哈。啊，那我们明天哈，明天啊早上9:30哦，我们要有。啊，这个进行这个电路案，哦，啊，马仔电路案不理解，再请各位同仁大家当准时来出席。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啊，林志宏议员来对吼，都要提到两三条真重要吼，啊，请县长诶务必要纳入参考吼，农地农用吼，税捐处的这个赋税的这个问题吼，啊，是不是适当？啊，第三就是讲这个交通的问题吼，啊，今仔大家拢差不多第三个议题里面。也请县长务必 啊听进去，好好的把它处理啊！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这边结束。专题有马上在摆啊哈，摆好收给您报告啊。会提前的、啊，会提前，谢谢大家，散会。